这也是法律啊，法律也是这样写的。哦、要第二个人帮你看。谁要告诉他？我们都要在旁边帮他看有没有危险啊，因为他都戴眼镜，可以相当于是看不到外面的，所以我才说我不能陪你走。他关心真的好啊。那就会坠机啊。有个人熊熊听着。阿妈，你往前走，有看到停车场出口吗？你要开这边出去哦。我只是问你有没有走到那里。看起来是哦，可以玩其他几颗。其他几颗没电的啊，你刚买的不是没电？对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哇，速度好快哦！啊，我买的是那个 Mini 三 Pro。Mini 三。Mini 三。哪里有鸟？喝醉，你是撞地，你是想说你刚刚是100分，一定要先扣一分，试验看看直接撞地会怎样。